对于艺人来说，各种代言或者是播放量的数据榜单绝对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通过这些榜单，大家也能够看出艺人们各方面的热度，而这些数据榜单也是衡量艺人商业价值和热度的一个标准。排在第二名的是迪丽热巴代言的产品，在这个榜单的前五名艺人中，只有迪丽热巴一位女艺人。这几年大概能够发现，在各个榜单上男艺人的排名往往会更靠前一些，尤其是一些当红的或者是年轻的男艺人会更容易圈粉，而迪丽热巴是唯一一位能够挤进众多男艺人榜单中的女艺人。迪丽热巴的热度一直都很高，她的很多动态转发点赞评论都是破百万的，每次有新动态曝光之后都会引起一阵热议。最近几年迪丽热巴的数据一直都非常好，这两年她一直坚持进组，陆续拍摄了很多作品。上半年她和任嘉伦合作主演的《与君初相识》的口碑和收视效果也都非常好。出道多年，她为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品爆款剧，而且都是官方认证的爆款剧。迪丽热巴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，在表演和台词上都有很大的成长。最近一直有消息称迪丽热巴和肖战将合作新剧，但具体并没有传出是什么作品，只是称两人正在接触。两位的颜值都是非常高的，如果有机会合作，一定称得上是天花板级别的阵容。排在榜单第四名和第五名的两位男艺人分别是王鹤棣和谭健次，二人共同参加了你好星期六节目，在节目中担任常驻嘉宾。王鹤棣之前通过《苍兰诀》走红，作品开播没多久就陆续涨粉超过百万，一直到现在又有很多优质的资源想要与之合作。这一段时间从很多数据上也能够看出王鹤棣的带货能力非常强。对于艺人来说，数据流量和出镜率都是相互的。值得肯定的是，在任何榜单的前几名中绝对会有肖战的一席之地。